南方人肯定不能喜欢你这个类型，这块遍地是假的，就我这种他们都没见过。看着没，眼珠都要掉下来了。第一不就是飞行员吗？哦，对，是我爸是空姐，我都知道，加微信呗，认识一下。最后看上我多受欢迎了吧？咋看出来的？让我瞅的心动了。你可以学，你有点眼熟吗？你好，我朋友想跟你认识一下，能给你加个微信吗？你朋友不是那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个，嗨嗨。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手机没带，我先走了啊。大哥，我问一下，你南方人是不是觉得我比他好看？是。你看我就说，大哥，你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？算了吧，你到别的地方去买，我卖给你。